后就是我们的一个球架设备。球架设备呢总共有分为三部分吧，然后中间的球架，然后两侧的球束摇臂，还有最后一部分就是那个发射台。它是通过球束摇臂将这个球力矩传递至球架，然后就将火箭由水平状态然后起入到一个垂直的一个发射状态。就我们现在可以实现150度的一个火箭进行一个起触，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在发射前2小时45分钟左右，然后进行起触，起触用时差不多6分钟左右。